早餐，这边吗？这边吗？大饼子是什么？放着你这蛋白质也，这胆固醇也太高了吧？你这顿饭，看一下。哦，你胆固醇高吗？他的胆固醇高吗？他说这顿饭。我们现在到路易斯湖了，但是今天的天又比较的 smoky， 比较的烟，所以比较的烟，又不是蓝天。啊，这有一个小松鼠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动了，哦，它下来了，哎呦，走了。我们现在走到路易斯湖最里面，这儿就是湖最深处。这个地方是泥，然后上面还可能还有些冰。没有冰，只有泥。就是泥是吗？是一个大泥滩。还能往深了走呢，这也别有洞天，我跟你说。一个人的别有洞天。One Zone Cave。做饭才是本次行程的重头戏，走 trail 都是为了消化完，好回家吃饭。哎呦，高大厨。对，高档，就是编个条。今天烧要15，真是丢人不下。不下汁了。不下，已经下过一次了。这回要是，就马上就，一下就够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在房子里面做饭，两个牛扒，一个宫保鸡丁。这是两个男子做的饭，知道吗？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，我们又来走 trail。今天来的是，这公园叫什么？库特内。今天我们在库特内国家公园，这也是 BC 省的，我们又跨到 BC 省里面来。然后现在在这个叫 Marble Canyon 走一个 trail， 大概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Something's missing. Feel life drifting, and I've been wondering where. 我们这个 trail 走完了，大概半个小时吧，还挺好看的，都是瀑布。在 cottage 最后一餐。牛扒鸡翅，煮了一个半小时的西红柿鸡蛋面。